飘向北方，天问我家乡，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。我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，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。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钱，需要避避风头，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，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四处漂流，有人为了梦想为了山才会养家糊口。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式公寓，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，都来自外地。他埋头写着履历，怀抱着多少憧憬，往返在930号公路，内心盼着奇迹。不听也不想不看回头望的遗憾，扛下了梦想，脚依然决然去流浪。